听咱在地吼五粒星的好馆长，人亲土亲吼。那么咱杨秋英馆长是唯一伫咱高雄县吼土生土长。那么伊伫九年的市政的满意度连续是远见杂志吼四遍。评比五颗星，那么伊的招商嘛是全国第一名，咱高雄县的失业率全国上低，那么伊遮尔啊打拼，咱无听伊的理由，所以咱爱听对的人做对的代志，这就是今仔日阮站出来力挺杨秋新的理由。一个遮好的县长要来参选大高雄市的市长，那么呢，咱袂当予伊家己受到各界。包括咱遮这个媒体伫现实电视台的当面的这个侮辱，这予阮看伫心内真唔甘。所以秋英啊，虽然伊做馆长这八年外来所作所为伫高雄县做甲遮尔好，而且呢，也使讲是全国会使讲连续四年五星级的馆长这款的馆长，咱无甲支持，无要阁。来支持上，这就是阮主要伊伫即个中间路线，伊提出的即个政见，互阮的认同。台湾，咱知影吼，即几十几年来，一二十年来，蓝绿的恶斗意识形态这种互相的这种这种交缠我想已经引起整个台湾国家的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我想这吼、個，这个来个继续落，我想对台湾的未来影响非常大哈、哦。所以我想我出来参选，嘛唔盲讲，和社会一个冲击，和各党嘛一个反思，好、哦、各党一个反思。所以我感觉讲，我们在共同要写历史，咱共同来创一个史。